咱们这个北京同乡会的这些，同乡们啊，来参观咱们桃花源来了啊！你好，都是本地人啊！啊，这还有，对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还有年纪挺大的老人家，谢谢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这位小女孩也是北京的吗？对，我也北京的。也是北京的。哦。一元复始。啊。叫小裴啊，嗯，大家地里面来感受哦，这是咱们这个桃花源的业务经理啊，领着我们去转一转啊，感受感受。刚才介绍，这相当于是咱们那个业主的私家会客厅啊，业主来朋友都可以热烈接待啊，这地方挺暖和的，据说是地暖。两气通，都开通了。两气都开通了啊，哦，真不错。好暖和啊，这个地方。一个小女孩在这做这个直播啊，一边看着一边拍着啊，大家。这边一边啊一边看一边拍啊一边赞叹不已啊，超过十倍，对，大的200多万哦，小的100多万哦，有1-2百万一套房子是吧？买一套北京的住宅还可以买2套哦，买2-3套的，卖一套北京住宅，人家可以买2-3套这样的房子，对呀，哎，没问题，对，而且还得超过，太美了。这环境真没说的啊，叫咱们北京话叫没得说。天安门那儿占地给了700多万哦，就2套房是吗？他们都是长期真哦，一真是吧？那字念真哦，一真。你看北京有几个人？院门旁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车位啊，我们的车位呢是给他们给到里面是够够的哦。有分这种哈，南入户的，还有东北户的。一家是一个车位。咱们拿这边请。哎，大家伙参观参观他这个103啊，这个呢哈是我们一个135平上下2层3室2厅3卫的房子，它的院子也就是才70平左右，其实我们其他的院子大概都是在100平到200平之间。咱们买的越大哈，赠送的面积越大，包括我们的院子很大，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檐下的灰布，太漂亮了，都是这种。对，上下2层哈。哎呀，哎，咱们一进来是不是感觉这个扑面而来这个暖气？对，非常温暖，非常暖。这是烧的是地暖吗？地暖，市政供暖，市政供暖啊。今年我们暖气开通了，今年包括我们的天然气也都已经开通了。哦，那真好。这是一个上下2层135的那横厅，像这样的价格，我给你这个价格大概是在哈毛坯价格是在280到320之间，我们也是一户一价，位置不一样，价格不一样。这样的，就是你来做客啊。我里面呢，你看楼上呢，它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，所以说你就是两代人在这生活啊，也互不影响。400多万呀？啊，对，加上2楼。加所有的包含在内，拎包，我跟你说的是拎包入住的价格。哦，而且哈，这个位置也非常不错，都是我们就是中心预定旁边。哦，这谁住的？我买不起，我买不起。这算是大卧室了。对，而且哈，这个位置是背靠青山，面朝大海，咱们可以到我们的阳台这个露台来感受一下。咱现在进入他的这个阳台啊。底下露台，咱看看它这个101啊，桃花源68栋，101的这一套房子啊，
这套房子我们来过好多回了，咱们再跟着北京同乡会的一块儿再过来看看吧。这个好像是190多平呢。这个房子刚才说了一下，价格是700多万是吧？对，700多万。嗯，700多万。软装、硬装、庭院，所有包含在内，占地1亩地。哦，那我就别进去了。我也是，咱在外面看看吧。在外面看看就可以。有镜子没有？没事，你拿去。看看咱们银滩最贵的房子啊，700万的房子。养鸭，这边养兔子，我手里抱只猫，我狗头啊，听着鸟叫声。你要有院你就养猫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养猫养狗啊。哦。在家再养个羊。还得养羊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养个小猪。嗯，咱这北京哥们儿啊。看漂不漂亮？漂亮。那自个儿再养个鱼。哎呀，养鱼不成问题，有水塘是吧？对，然后养，我爸喜欢鸽子，养个鸽子，象征和平，太漂亮了。你这搞直播呢是吧？对。哦，你把你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了，什么都能养。你看，养鸽子，养鱼，养羊，还能养兔子呢。对。只要自个儿喜欢，什么都能。对，养狗养猫。啊，现在他们上楼上参观去了啊，楼上也特别好。喂啊，从那个河边出来了。是呢。对。挺好的。多喜庆的啊！谢谢啊。嗯。哎呀，谢谢蜀大王啊！哎，那，真是接地气的视频，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。谢谢谢谢，有这么多的。这个粉丝啊，老粉丝啊，就叫铁粉，铁粉，很喜欢你。谢谢谢谢，有你们的鼓励，我就有前进的动力。嗯，但是其实哈，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画家。哎，小伙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是这是哪个小区的？啊，我是那个三义那边的。啊，山义那边的啊，嗯，哦，也是过来看看来，转转来了。这房子风水又好，风水好。哎呀，特别喜欢就是赌头那个那一户，就是700多万那个。哦，700万的啊，嗯，咱奋斗吧，是奋斗，最后再买个700万的房子。对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哎，啊，北京同乡会的各位啊，这个参观啊，这个颐和，这个威海桃花源啊，在这会客厅前啊，大家合个影啊。北京同乡善会颐和桃花源，祝新年快乐！好，扎西德喽。这个山水人家啊，这个大门的西面呢，有一个叫山水假日酒店。啊，今天我们和这个北京同乡会的一起啊，在这儿吃个午餐吧。再看看啊，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饭店。进来暖和啊！哎，这还有烧烤、牛腩、排骨、红烧肉，啥都有啊！还有馒头，还有自助，还是自助啊！啊，对，自助。哦，你们这是给相当于业主食堂吗？啊，对。是业主食堂吗？那也对外。也对外是吧？啊。对。哦。这是腊八粥。对，腊八粥。你们的价位怎么样啊？23一位。23一位是吧？办会员卡花16块钱。哦，办会员卡就是16块钱，啊，相当于一顿是吧？啊，几个荤几个素呢？哎呀，我们就是8个，荤的就是2个，两荤6个素是吧？啊，哦，
红烧茄子28，真不算贵啊。这相当于是业主食堂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在忙活。这边怎么样？生意好不好啊？挺好的呀。挺好的。吃饭都是什么人啊？全是全国各地的人吧。全国各地的，我就说是，这个三水人家的小区的业主多吗？还是外面人多一些？外面人多一些。外面人多一些啊。哦。这什么时候开张的呀？好几年。好几年了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看看。都不知道啊，大家伙都进来了啊，北京同乡会的啊，这边还有雅间的啊，看看啊，雅间，哎，这弄的竹子挺好看的，哎，真够暖和。这边有几个雅间啊？这个？他的大包间就是一个。哦，这是腊八节啊，大家在一块聚一聚。都是年。在山水人家啊。这个餐厅，蓝天姐姐说那什么，不能说，她是我认识她啊，上海长网，这是家啊，这是家，以后家家相照认识下，对，谢，有关健康方面一定要在这儿咨询，完了有关服务方面找我和金德就行哈，好，我们腿儿跑得快，要想玩就找美人鱼姐姐，好嘞，好嘞。就是在这生活呀，或者那个聚会呀，娱乐，然后尤其是家里来人了啊，对了，就来，因为咱们年龄大了嘛，不想再回北京过春节了，子女来了话，对，就找龚老板，咱们上面那个都是暖气房，嗯，老板特别活泼，完了就喜欢吃什么菜，要想吃北京的，对，想吃啥就是说，哎，咱们也有，咱们有这个方便条件，北京的，对，伙伴都有，就给大家提供那个平台啊，是的，嗯。